圣诗575首，调锁调我来行天路，咱做一起来吟，来吟甲上帝话，请起立。我的心啊，嘿。
家的，我说的在做的开玩笑。来一个是欢迎啊，好像来了，稍微啊，一步步来，来，那这看看咱礼拜多少人民哈，啊，据说大概是在啊，高雄高雄哈，啊，咱有推荐这种东西啦，啊，大部分特殊的咱家有同学啊，今年吼顺利毕业吼，啊，都是因为伊是学习的关系吼，因为两年前。那么新加迄个立案，哦，所以即马教育部立案的关系，所以啊，伊今年虽然讲已经学分收了，但是毕业证书明年才领会到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即马落去继续落去新南医，啊，准备要投考的学士，咱的社会已经通过推荐伊投考啊，咱新南医的学士，啊，有特别社会甲咱请安，甲感谢吼、哦，啊，才能继续留伊在做吼啊。伊个批我有转伫咱个啊教会迄个分享，甲咱个即个消息个顶管吼。咱个主席邀请中会普世属当干事林志忠牧师来分享讲道啊，请下即邀请出来啊，即青年吼，即啊林牧师少年人我真够讲道吼。啊，牧师后礼拜会出国哦，我会出国啊，所以呢哦，就请咱个小会吼。比如老师以后，阿里老师阿里改变过来吼，啊，咱的方面的报告，顶礼拜方面5980块，外边方面的有收一班1000块，用七名吼，啊，报人家然后这个手机号请老师知影，暑假的报告阿里改处理啊，你就像老师啊，书会是阿里改名的丢了吼，哦，圣经啊，你先听。啊，招牌啊，公司内容这啊，红叶美惠姐、碧霞姐、点心红叶啊，这礼拜是美惠姐啊，点心的准备，这礼拜是碧霞姐，后礼拜拢是美惠姐吼，以前的报告啊，咱这个服侍呐，你呐后礼拜老代志袂当来，你有哪好处怎样哦，咱来做调整吼，以前的报告。咱下面要来吟诵的诗歌，愿上主大人啊，咱来吟诵段，请指导听白老师来教导，再来起立，各位来宾，愿主上主大人。
那你们组队也要这样。